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现在小磊又打过来视频了，我不知道他有啥事找我，我是光知道大家一直都很关心我跟他的那个事情，所以说每次他只要给我打电话或者开视频，我都让你们知道，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。我先接一下。喂。刚下完播没多长时间，搁他那休息一会儿。我开视频有事儿啊。没事，都不能给你开下去了。你有事你都说呀，没事的话，我都躺那睡会儿。我就看看你，别的没啥事儿。我有啥好看的呀？长得丝绸，有啥好看的？丝绸。想啥？你都看那谁的呗？你看那谁的呀？我都看着你，我不懂，我都一直看着你行吗？不懂，我睡觉啊。你要没事，我都挂了，我睡觉啊。你看我穿这个衣服好看不？还行吧，看着有点眼熟啊。这是在你直播间儿时候买的呀？你在我直播间儿买衣服了？这是你直播间的衣服啊？你都认不出来吗？这个衣服？我认出来了，那个西装。其实，你直播，我光买东西都花了有2000多了。谁让你给我直播间买了？也没人逼着你买呀。那不是为了支持您的工作呀、啊？不用，你不用给我直播间买东西哈。你我不想欠你人情。我不是为了你，他这衣裳穿确实好看，我才买的。我花钱买东西，那边寄过来东西，谁也不欠谁。我欠你吗？我不欠你啊，你也不欠我。那你可以搁别人直播间买呀，你别搁我直播间买。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都是个外人，我不是自己，我不是那个啥，我都是外人。咱俩反正也没啥关系。啥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呢？我不懂你说这个话啥意思。你是俺媳妇。我不是。你是俺媳妇。我不是。你歇会儿吧，我在这儿看着你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说话什么，我静静的看着你。不需要。别想哭了。没有，我才不会哭嘞。我又没听见伤心事儿。没事儿。傻媳妇儿啊，不是，没有啥话可说嘞。你都是表面特别强，然后内心非常弱。不知道为啥听见你说我是恁媳妇儿，我都感觉特别特别的可笑。走着吧，挂了吧。